好，请快速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准备来到第二支舞蹈。The Rumba。好的，请准备你们的最后一支舞蹈，有请 The Jive 牛仔舞。好的，感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小选手，感谢你们，你们已经完成了比赛。那么稍后我们会进行业余单人14岁以下精英组拉丁舞这个组别的颁奖仪式，请本组别的小选手。